愛情故事咧，通常嘅取材都係你自己噶嘛，通常都有或者係朋友咯，你嘅嗰個朋友就係自己咁樣。咁嗰個係咯，當時嗰個拔刺嗰個取材就係嗰個嗰種痛啊，分手長痛不如短痛嗰個感覺，係嗰個靈感嚟自邊度咧？嗰個靈感嚟自於嗰段關係其實係不痛不癢，但係就好似一條刺咁樣咯，因為有陣時慘刺咧，佢未必係受傷噶嘛。就會有一啲好似枕嘅嘢咁樣。一圈圈主持阮兆祥、朱晴、天恩，总有一圈圈中你。哎，佢系曾乐彤。Hello， 又系我啦。Hello， 你好。好耐冇见啦，都系今年第二首嘅填词作品喎。系啊。系咪越嚟越爱上填词呢个工作咧？我覺得我是喜歡的，但是反而我沒有將它看得那麼重的，就是我很感激公司給我機會我啦，因為我自己的心態就是我填到，因為我本身是填開 demo 的，就是不 expect 它出街啦，誰知道我的好朋友和我同期的新人洪家豪，他就用了我人生自問自答，是的，第一首詞，跟住然後公司一聽到的時候就說，你自己填詞的，那你下一首自己填吧，然後跟住我就哦，呢、這个又几好啊，系啊，真系嗰啲叫系咪 pat 撞棍啊？系啊，系啊，嗱呢啲咪叫自问自答咯，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咁你填词嘅时间可唔可以话长噶，定系快速嗰啲嚟噶？躲不開的一課長啲嘅，因為其實本身自問自答咧，我本身係諗住填 demo 嘅啫嘛，就係、是、真係寫一啲我自己本嘢。覺得是怎樣，或者是我自己的想法這樣啦，那就比較 personal 一點的，那去到躲不開的一課的時候，我知道這一首是會出街，那我就想試一下一些大家可能都會感受到的東西，就自問自答自然就試了我自己一個內心世界啦，那躲不開的一課就想 reach 到大眾多一點的，去到今次拔刺這一首呢，我就會再想直白一點點，但是我又講到一個故仔咯，因為躲不開的一課就唔算係一個故仔，係一個經歷或者係心態啦。但係拔刺依一首就係一個愛情嘅故仔，發生咗呢啲事呢啲事咁樣。呢、啲愛情故仔咧，通常嘅取材都係你自己噶嘛，通常都係有或者係朋友咯，你嘅嗰個朋友就係自己咁樣。咁嗰個係咯，當時嗰個拔刺嗰個取材就係嗰、那個嗰種痛啊，分手長痛不如短痛嗰個感覺，係嗰個靈感嚟自邊度咧？嗰、那個靈感嚟自於嗰段關係其實係不痛不癢，但係就好似一條刺咁樣咯，因為有陣時慘刺咧，佢未必係受傷噶嘛。就會有一啲好似枕嘅嘢咁樣，跟住你同埋有啲黑色嘅嘢出現咗。係啦，你掃下佢又唔係好舒服，跟住你掹佢出嚟，你係咪一定要掹佢出嚟？又唔係喎。但係你決定要唔係一定要掹佢出嚟？唔係㗎，即係有陣時咧，有啲刺或者係有啲一粒嘢嗰啲枕咧，平時我掃下嘅時候，你覺得即係好似撩下撩下又出唔到，你要用鉗先掹到佢出嚟嗰種刺。咁掹完你又唔會流血嘅喎，咁我就覺得有一種關係係有啲似嘅，就是你本身以為自己是 OK， 即係好平淡，大家所講的就是細水長流咁樣都 OK 啦。但其實那段關係是有問題的，但是你不覺得很傷心，但你又不覺得特別開心。去到直到有一件事發生了之後，你就決定啊，我要完結了，完結了之後才發覺啊，原來我的世界可以更加好的。我要 speed dating 啊！今天你的 speed dating 對象就是你隔離的天恩啊，你好，你好啊，系系系，諗住啱 speed dating 嗰種緬甸先，扮曬嘢你，經驗咁豐富，一個禮拜 speed 三次啊，一個禮拜 speed 三次，仲未成功嘅話都有啲嫌疑啊，係啊，一路繼續 speed 緊啊嘛 ，OK 啊，陣間我哋會問五條問題嘅，如果三條中咗，即係大家都一樣答案夾咗，就係 speed dating 成功啦 ，OK， 咁我哋而家問問題啦，咁啊數三聲先一齊答嘅，得，你老話第一條。你是喜歡先同居再結婚，還是結了婚先一起住呢？哦，結婚先還是同居先？哦，是，先同居還是先結婚，是吧？好啊，好，有答案沒有？想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先結婚。為什麼？我想知道曾樂彤為什麼先同居呢？那你生活習慣是很激的嘛，有可能是，很激啊，就是，真的是一樣。
好棘噶。系啊，睇有冇手尾嗰啲，哇！你真唔知喎、啊。真系一定要试下一齐生活先噶。即系点都要住一排先，即系大家磨合咗啦，咁先再结婚。系啊，至少都去过旅行啦、啊。其实一去过旅行咧，都大概知道有啲乜嘢，但系都睇唔晒嘅。摸个底先，但系都要。至少都要几个月之后咧，先会慢慢浮出嚟。咁所以我真系觉得一定要同居试下。系啊，试一试一齐住先啊，我点、知道你系咩啊？好啦好啦，唔夹啦，咁第一条，好大家去第二条。嗱，你宁愿你嘅另一半系一个大红人，定系一个素人呢？我可唔可以问清楚啲嘅？可以问啊，因为红人同素人，佢哋都会有一啲其他嘢影响到噶嘛？即系咩啊？即系譬如素人系咩嘅素人咧？哦，即系一个普通人咯，即系普通人咯，系咯，即系唔系幕前人咯，大红人就一定系一个可能系大明星啊，系啊，大明星好红啊，演员啊，照顾到自己嘅个素人系。都你當照顧到正常嘅圈內啫，或者講個 background， 即係圈內同圈外咁解啫。好好好，大紅人定素人啊？OK， 得。三二一，素人啊，會夾翻啊！會唔會係嗰種覺得大家唔使喺同一個行業咧，反而有多啲話題，一粒一突咁樣，好似唔一樣咧？啊，咁又唔係。係咩？即係佢會多啲時間俾你係咪應該？反而我是覺得，如果對方是一個大紅人的話，那即是沒什麼時間相處啦。同埋有很多事都真的講過信字，或者是要很多年去夾咯。是啊，大紅人身邊肯定很多人，沒安全感啊。或者不是好，即是你都連他的性格都未必很清楚的時候，那就很害怕。你了，這題夾了。跟住，你寧願你的另一半大你十年，還是小你十年？哇！呢、這個男生，OK OK， 好，男生同女仔可能真係唔同。係，喂，唔准夾啦！我幾多歲啊？你可以問。廿六歲咯。好。好 okay， 準備，三二一，大十年。男女好正常啊，系啊，呢个真系十年啊，我要细十年。你咁啊，刻意做咩？细你十年，即系十六岁。我系大人，岁大人，你廿六岁，我呢个十六岁。唔系，我谂住慢慢培养啊嘛。你死梗啦你！等先，十六岁系成咗年噶啦。禽兽。慢慢培养啊！我呢啲，你下我快啲。结婚之后。同另一半的媽媽一起住，定是自己兩個住 ？OK， 同媽媽住定自己住？三二一，自己住，即係有自己空間。咦，依家係啱啱2-2啦，咁要埋呢個正負題啦。嗱，你寧願聽到另一半個心諗咩，定係另一半聽到你個心諗咩？哇！聽到定俾人聽到啦？係 OK， 有答案未？有答案。三二一，聽到你另一半。点解会拣人嚟听到自己啊？好似郑健士冇着衫咁啊！如果佢听到我告佢，你告佢，你告诉佢系嘛？你告佢，黐线噶，翻车走啊，买机票啊，移民啊！咁唔觉意就夹咗咯，夹咗啦，你哋啊！